毕业之后要进演艺圈吗？是有这个想法？嗯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是想要。高凌风21岁女宣布进军演艺圈。你没看错，眼前这位21岁正妹就是已故艺人高凌风的大女儿葛子牙，长得太漂亮了，害小编忍不住调资料照来比对一下。一定是女大18变的关系啦。她进军演艺圈其实已经热身许久喽。因为团队，所以比较需要就是一直练一直练。我是以前很害羞，然后就是不太敢在别人面前讲什么，但是因为现在上演艺戏，毕竟我也喜欢唱歌跳舞。其实也没那么脏，稍微打扮还是好看一点。细数高凌风子女，其实走动感路线的宝弟葛兆恩，早在国中时就打头阵进军演艺圈，已出道5年。弟弟现在有点知名度，因为更早上。还好哎，他变红我也蛮开心的。娱乐豆新闻，妹妹觉得会成功吗？快预测一下。报道。